主席先生，中国对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发展深表关切。局势发展到今天这一步，是中方不愿看到的。中国一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，决定自身的立场，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。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当得到共同遵守。面对当前十分复杂敏感的形势，安理会既要做出必要反应，也要十分慎重。任何行动都要真正有利于化解危机，而不是火上浇油。如果处置不当，一味施压制裁，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员伤亡，更大的财产损失，更复杂混乱的局面，更难以弥合的分歧，彻底关上和平解决的大门。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无辜民众。基于上述，中方对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。